等埋东方飞影入闸，亦都搞掂埋尾场嘅赛事，又系时候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宝马不准备妥当赛事嚟到尾场啦，第十场二班千四准备，十三系大热门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啦，咁都系慢啲喎，起往区黄衫嗰只啊，咁马林中间骑上去啦，前面放出嚟嘅马系嗰只北极光啊，响佢出面就银字啦，霸住内栏第三啦，就美好世界出面包装长胜啊，中档嘅马匹仲有让爱高飞、内栏英之星啊，马林中间咧仲有伊神啦，一定美丽出面东方飞影啊，后边嘅马匹啦，先见到有起往区啦、中华盛景啦、天池怪侠啊，暂时缩咗喺后边嘅马系包装智威嚟噶，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前面放头嘅马系包装长城啊，跟住第二位就银池啦，内栏第三美好世界啊，第四位仲有让爱高飞，中间第五北极光，出面咧粉红衫外边嗰只啊系伊神走咗上去啦，紧随其后啊，起旺区亦都慢慢攞咗出去出面嘅，咁再见到外边位置仲有只东方飞影响大外档啊，咁包装智威进展尾四尾三一定美丽啊，内栏尾二英之星掟出去外边绿色衫天池怪侠啊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嗰只伊神啊，咁中间追上。有让爱高飞啦，内栏嗰边美好世界啦，出边起旺区大外档包装智威嚟啦，最出嗰边咧仲有只天池怪侠中华盛景，最后一百米到起旺区中间外边包装智威个势相当劲啊，再后边仲有中华盛景，入边咧就伊神啊，接近终点外边冚上嚟夜马系包装智威啊，跑第二名系起旺区，第三名咧咁啊有埋边嘅北极光同埋出边中华盛景咧就需要影相啊，咁啊结果今场赛事放头嗰只。是包装长胜，而早段中段响包尾咁滞咧，系包装智威，结果包装智威外边冚上嚟赢，跑第二名起旺区，第三名嘅马外边系中华盛景，入边咧系北极光。四号包装智威啊，留住跑啊，咁啊赢啦，十一倍啊，马亚成美会跑第二名，十三号起旺区何泽尧，第三名咧五号嘅北极光希威森，第四名咧一号中华盛景啊，钟奕礼真系留翻住少少嚟跑，上季可以爆廿一秒四末段嘅马嚟嘅，同啊留住跑完全唔同啊，换分晒啲分头翻嚟今次。啊，北极光又真系初出。马雅就赢啊！哇，睇下潘顿嗰只，俾只起旺区一路咁送佢一程啊，沿途四搭咁啊，转个大弯啊，翻嚟冇晒路。得啦，上个礼拜包装必胜，今个礼拜就包装智慧，连同包装长胜亦都赢埋，哇，不得了啊！今个礼拜好分好多啦，十一倍。睇下张相第四名啊，中华盛景。佢都系掟出外边冲咯，美好世界又差得几紧要，散晒带唔到头啊！系咯，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系四号嘅包装智威啦，独人派113.5，位置派33蚊；跑第二名就13号嘅起旺区啦，位置派15蚊嘅；跑第三名系五号北极光啊，位置派56蚊；连人位四搭13派183.5，二重彩四号13号顺序派665蚊；三重彩啦，四号13号5号顺序派8456蚊；单 T 派1100蚊，位置 Q 四搭13派66蚊；四搭5派344.5，五搭13派143.5。
半，跑第四名就一号嘅中华胜景。Q 落咗好多飞嘅，不过二重彩又好翻好多啊。嗯。临尾十三全线都着格。又系调一调咯，但热门跑第二。三间一预计派彩胜出 A 二格，夜半热门嘅派$27。连马斯王预计赛果是三号啊，连马斯编号的蔡约翰今日28分封王嘅。马温馨提示大家啦，嚟紧星期三晚咧系跑沙田夜马全例夜宴啊，九场啊，九场啊，所以6:45啊。睇埋尾场嘅直镜，几步点啊？美好世界一档咁都有俾下佢啊！中间北极光出闸都快嘅，咁啊外边仲有一啲就系阳光高飞啊，咁啊灰马就银池啦，大外档估唔到啊！包装长胜十二档咧，今次系着意放头添。后些少啦，英姿星奈兰中间位置仲有啲伊神一定美丽啦，大外档东方飞影喺晒后面四隻中华胜景，咁啊仲有嗰只起旺区天池怪侠包装智威缩住嚟跑，步速咧就正常嘅，咁但系马林入边嘅一定美丽咧全程都走得唔顺嘅。其实外边嗰只伊神咧跑得几好嘅，即系佢只马跑得几好啊。虽然个际遇好差，即系去到弯位已经踩上嚟啦，咁但系翻到嚟咧佢系紧紧冇咗个第四，咁所以呢啲马咧未见晒嘅呢只伊神啊。睇下东方飞影系咁起旺区一路越往越出，系啊，佢都系难跑噶啦，即系个档位令到佢难跑啦。其他嘅马就美好世界可能即系上次用力多咗啦，失望啲。北极光咧继续都延续到佢即系九优复出跑得好嘅表现喎，今次又上到名嘅。另外有咩马好值得留意呢？包装智威系跑翻啱啦，今次啊加翻佢应该有嘅水准出嚟啊。中华胜景都稳定嘅，东方飞影又好早收噶啦，已经啊，嗯、一下正手边都冇嘅。起旺区咧，我谂都系个集商要再搞好啲，都系慢啊。系啊，佢系有少少慢集嘅，成日都。好啦，尾场都复班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先睇下位置 Q 啦，4搭13派$66，4搭5派344.5，5搭13派143.5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啦，胜出 A 二格夜半热门嘅派$27。二重彩四号、十三号顺序派$665。四连环一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十三号派$1,704。四重彩啦，四号、十三号、五号、一号顺序派$45,402。孖宝派彩头关二号美关四号派$7,616.5，头关二号美关十三号咧安慰奖派$746.5。第三号 Martia 头关二号、八号、十四号、美关四号、五号、十三号派$525,067。三宝啦，正奖派$46,444，安慰奖都派$5,561嘅。六环彩就派$20,868。六宝奖就好好分啦，派$3,339,160啊。咁啊，但系都中唔晒啊，所以有超过$2,670,000嘅多宝彩金啦，将会拨落去10月30号嗰个六宝奖度嘅。
即系六宝三 T 都有 jackpot 累积啊！尼马斯王最后赛果嚟，尼马斯编号三号嘅蔡约翰咧，今日28分封王。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13秒41，第二段21秒99，第三段23秒12，末段22秒87，总时间1分21秒39，同标准时间相约嘅。睇埋今日各场头马资料啊，咁啊，骑师方面咧，今日巴道啦最威啊，赢咗三场啦，亦都将今日嗰个精英碗咧个二级赛咧都捧走咗咯啊！咁啊，练马师方面咧就平均啲，咁啊，吕建威啊赢两场啦，不过练马师王咧今日就落喺蔡约翰度啊，咁啊，第八场精英碗就福日啦，咁啊，高柏新巴道啊，咁啊，睇下呢匹短途马王咧可唔可以继续保持进度咧，去到十二月咧同我哋为港争光咯啊！咁啊，跑完今日之后咧，嚟紧星期三咧，亦都会继续留翻喺沙田马场嘅，不过咧就跑全嚟夜赛话，咁啊有九场赛事啦，咁啊睇下泥地咁啊，多数啊都比较混乱啲嘅局面啦，咁啊但系今日嘅情况咧，你见啲独赢嘅派赛咧，其实都喺即系竞赛咧比较难少少啊！咁啊，今日直播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多谢各位收睇啊！我哋星期三喺沙田马场再同大家赛马直击，拜拜。拜拜。